玩具 TV 繼續第八季第一 集第七節第八啦，第八啦，七定八啦，啱唔啱都記得啦，唔緊要啦，總之就呢一個第八季第一集第八季都未執啊 ，OK 喎，真係好咁啊！頭先呢個睇完一個史上最低收視嘅玩具介紹之外咧，就睇翻一個高少少嘅 Dynaco。咁我哋好似報告啲財經消息咁。係，我哋係呢個都可以高追嘅，其實都。係啊，咁又多又嚟新嘅新一個造型啦。喂 ，OK， 今次我自己嚟講裝甲服咧，即係其實我就幾 buy 翻初 ABC type 嗰啲嘅。嗯。跟住自從 C type 打後咧，都幾開始個原創性越嚟越勁。係啦，你係咪比較即係覺得新嗰啲開始離開得即係戴克隆嗰個 spirit 太遠啦咁樣？都係嗰個，其實我又叫差遠少少咯。呢一個系列嘅裝甲服咧，我係唔中意嘅。哦，你我中意喎，中意嘅，我中意喎。O K 啦，我中意佢，因為佢變到即係你可以自我變好多形態出嚟啊。中間呢個舊嘅係正常嘅，呢個正常嘅別色 Type A。咁我咁特登攞嚟比較一下，咁我哋已經拆咗一隻噶，咁你開埋另外嗰只俾大家睇下，即係 unbox 嘅時候點啦。咁嗱，講真，我第一個開出嚟咧，即係我成日都揹住啲顏色嘅，我就覺得佢好似比我哋睇官圖咧個感覺咧，直頭係黑咗好多喎。係兩樣嘢嚟喎，我覺得你打燈點可以打到咁？因為你嗱，即係其實而家觀眾大家望翻個盒同埋部機咧，今次呢一個就叫做 Gamma，即係新嘅裝服職嘅 A B C D E， 而家就去到呢個 Gamma 啦。咁啊，本身佢其實外形上你見到係大隻好多嘅。係咯，即係已經係又唔同咗啲㗎啦。你話係咪？佢粗壯咗，其實高度就一樣嘅。但係咧，佢因為個膊頭喺呢度多咗啲嘢，佢而家嗰個駕駛艙嗰個蓋咧就更加多花紋啦，咁就變咗睇上嚟就好 man 啦，呢只 man 啲嘅。或者我都又楞翻去盒嗰度先啦。其實只要即係望翻咧，本身佢其實即係大家睇嘅官圖咧，都係有少少瓦灰色嘅。係咯，但係而家一出街一打開，我初初以為大家，咦，我哋係咪有唔同顏色㗎咁樣咧？一睇咧，咦，點解會變咗光澤黑嘅咧？嗱，我相信都係好多時候影官圖咧，佢係攞隻板嚟影嘅。我估啦，咁嗰隻板就可能係灰帽噴咗色。咁佢噴嘅時候咧，就噴到灰，可能係一個瓦黑色。半光澤啦，我冇叫話瓦色啦。咁但係即係呢個光澤得嚟就令咁啊。係啦，咁其實令我預咗㗎啦，因為佢次都係係啦。咁但係就黑咗好多。係，直頭係真真正正一個黑色就一個灰色咯。咁好，即係視覺上你會比較難睇到啲 detail 位。麻麻地喎，你自己反應。我就 OK 嘅，黑色撞紅色其實我又。no big deal 嘅，咁但係你要麻麻地啦。我係啊，我中意啲嘢七彩繽紛㗎，我好衰。但係個外形咧就好有型啦，因為今次咧卒之就有一個好即係越嚟越係真實係嗰種感覺啊。今次有個扁頭啊，咁個扁頭其實轉得嘅，但係咧就好緊，所以就真係要揾隻手去扭，去捋佢啦。我有少少難度啦，先嚇少少啦嚇。呢個可能要玩耐少少就鬆啲，咁個頭就係轉得嘅。不過其實本身都講多少少啦，其實呢一個就掃土戰術部隊，咁因為本身其實即係點解佢係黑色咧？即係其實冇話咩點唔點解，因為本身佢根本成個 squash 嘅系列名係叫 black unit，所以就真係黑色嘅。咁即係 suppose 黑色嘅，即係大家都當翻可能係官圖比較衰啦，呢個先至係堅嘅，所以變咗 black unit， 咁啊 black unit 啦。咁啊，今次最毒嘅咧就係張貼紙俾你玩編號嘅。係啊，我呢個真係好玩啊！呢個堅好玩。咁你即係唔好買一隻，你買幾隻啦？意思就咁，你有 free spirit 嘅，你自己決定啦呢啲嘢。係啦，咁啊，另外本身頭先講緊本體啊，因為佢真係今次個改動幾大嘅。如果睇翻平時即係大家見到嘅 Type A B C， 即係 normal 嗰個款咧，本身嘅手關節就係得咁多嘅啫。當然唔係少啦，個可動性都好高啊。咁但係你望翻佢而家一節，佢係零零四多咗一節關節出嚟嘅，所以佢成次嗰一樣啦，係啦，成組係可動性係再高一啲嘅。咁隻腳亦都係，直頭係長咗一節關節，即係多咗兩個價位嘅。冇錯。咁所以變咗喺收納形態也好，真係話掹到長嚟講咧，成部嘢係高過之前嗰個，真係足足差唔多一個頭。冇錯。咁如果你上次有買呢一個系列嘅咧，即係藍色橙色呢一 pair 嘅咧，你都手腳嗰方面你已經應該有少少經驗㗎啦。冇錯。咁啊，佢今次咧其實就
沙石在就多了一些配件的，那我拆出來給大家。喂，他那些盾啊、槍啊，好毒喎、啊欸！你開你那個來看，你開你那個，堅毒喎、啊！嗱，咁本身就依然係同平時一樣，跟翻個收納箱啦。咁啊，另外本身肩膊位亦都有一個附加嘅裝甲，可以令你再加其他配件，就再拎多啲架撐嘅。我諗你其實呢個位置你可以裝喺膊頭又得，我試下先啦。係。裝喺第二啲位置都得嘅，我試下得點得先。即係都係嗰句啦，玩單人狂最好。最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現在玩的千變萬化、那個膊頭的甲其實裝在大髀前面都可以的。大髀啊？是的，其實因為他身上面呢，他說明書也告訴你，他身上面就可以讓你玩的洞呢是的，讓你玩的洞沒錯，為數不少的，所以佢啲配件咧，其實你喺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你都可以插嘅。咁你就憑你嘅想像力。你諗到玩啲咩就可以玩啲咩嘢。咁呢個如果我相信已經會有啲好多嗰啲高手咧，即係整咗三四盒，跟住又有一個即係啊，係啦，即係未講之前都望一望支槍，今次係可以短打啦，跟住就再加多外置嘅一個。凹埋落去變一個長槍啦，咁啊變可以兩隻手揸住，呢個變化都幾過癮嘅。咁當然收納方面咧，除咗揸喺手之外咧，佢背脊嗰個窿亦都非常之方便俾你做翻一個槍嘅收納嘅。咁另外一樣嘢好玩嘅咧，今次咧就竟然係有可動手掌嘅，可怕。係啦，睇下要鬆到好埋先睇到啦，睇唔睇到啊？阿迪看不看到這裡手掌是動到的，行不行拍不拍到，很小，因為厲害，今次直接是連可動手指，即是 AR 都叫可動手指，那也挺可怕的。我真的想不到他會玩這件事，即我想沒有人會 expect 他會這樣弄。他連之前第一隻那隻是什麼 Diabattles 是嗎？是 Diabattles 都沒有可動手掌，他現在這個裝甲服來沒有可動手掌，都是被他吹漲的。本身其實盾可以手持啦，亦都可以放在膊頭啦，背脊都可以，看個勢應該都是啦，可以做雙手揸長槍啦。我現在沒有特別去 set 它，我想可以 set 得再靚一點的，背脊都可以裝盾，哇，真是千變萬化。另外呢，它亦都有後隻腳這個，其實它這個位置呢是可以褪上去的，褪上去之後你就可以做一些以足步行的形態，你自己就可以很多可能性，因為你的前面的手你喜歡扭去下面又可以，你喜歡扭去上面又可以，你喜歡這些就是你自己發揮了。整個收納形態既然都整開個二步足，因為本身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開的話，就是平時的 ABCD type 都可以做這個二步足 的形態，今次同樣地也是沒問題的。咁啊，亦都可以望翻幾個唔同嘅玩法啦，收納形態、二步足、升降台、正常嘅機械人形態，咁同之前嘅 A、B、C、D 都係同樣玩法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咧，你睇翻我之前拍過一條片啦。其實佢除咗說明書上邊嘅形態之外咧，你可以自己去創作好多唔同形態。係呢、這個都真係幾可怕，同埋上次介紹你介紹嗰、那個即係敵方嗰扎即係蟲狀嘅東西，即係你真係買翻四五六七隻咧，你會有一個幾可怕嘅經歷嘅，真係。嗰個幾恐怖。嗰個真係堅可怕。咁啊，趁你搞緊收納形態嗰陣時候，我就係咁咦都影一影翻個駕駛艙入邊。今次嘅塗裝，我叫塗裝咧，因為佢真係雖然係正常嘅啤膠，但係就好靚嘅。你見到個膠面，咁啊，亦都有一啲紅色嘅點綴啦，同埋一啲灰色嘅點綴。咁個頭本身亦都曉喐嘅，但係就好實，我就費事扭到咁瘋狂啦。我諗你要揾手指甲去刮佢出貓。哇！我真驚。怕整花，可能會你啱側邊冇色嗰個位置，我就咁樣轉，因為我建議咧用兩邊手指肉就去夾住佢嚟轉，咁就可以即係冇咁容易刮花嘅。
咁同埋本身你見個雕刻都好精細，我自己真係如果裝甲服嚟講咧，呢一個我真係最中意。係啊，咁啊擺翻入個貨櫃仔入邊啦。呀，掹佢出嚟可以望下佢啲手手腳腳點接，因為今次佢因為多咗每手同腳都多咗一節關節咧，個玩法有少少唔同。佢同最早期嗰只就唔同嘅，佢今次嗰個腳掌咧就要向後啦。咁咧個手咧就平放喺個腰嗰度嘅，同之前嗰種，因為佢而家嗰個貨櫃相對大咗嘛，啲武器咧，武器咁我研究下先，應該都係咁樣放噶啦，啊佢個架都多咗個蓋，係啊，方便俾你擺翻架撐，真係，一種咁樣。咁同埋之前上次嗰只嘅size 咧基本上都分別唔大嘅，咁啊不同埋都係嗰句啦，即係喺個收納模式嚟講，都係用翻嗰、那個倉點樣去塞翻入去，咁啊如果話配埋其他啲機械人，即係點樣運載啊，就哇真係即係嗰句真係幾瘋狂啊！呢件事會係呢、這個盾點收要研究下，我個盾都係擺中間嘅，喂唔緊要嘅，其中個部件跌出，個盾係擺中間嘅。雖然知佢即係 suppose 所有嘢都可以擺翻落個箱仔度。今次呢一隻個 design 嗰個軍事風咧，我覺得真係比其他更加重。佢似係嗰啲軍隊入邊嗰啲警察隊嗰啲咁嘅嘢。佢呢只都要買嘅，同埋嚟緊我相信都係會出個即係海軍陸戰隊嗰啲咁嘅墨綠色咧，嗰、那個嘢冇得走，即係襯埋其他玩咗都幾過癮。佢嚟緊仲有啲係開始諗飛人飛機啊，係咪用翻呢一個做素體咧？好似係。我唔係好 sure， 好似係，就是、紅色啦，跟住係啦，紅灰色啦，嗰、那個就呢、這個呢、這個多過呢、這個呢、這個 design 我係啊，因為我晨早已經講過，其實我最想佢出翻咧就係飛行翼啊，係啊，因為飛行翼我細個係好恨嗰個模型咧，又滑長型，但係嗰個咧嗰、那個我好恨嗰個就咁配翻 A B C type 嘅裝甲服嘅啫嘛，係啦，因為嗰陣時我唔知我因為我淨係識喺屋企附近買呢啲嘢咧，我屋企附近冇嗰只。咁、我淨係喺個入邊嗰啲宣傳紙度見過咧，我就得個恨字啦變咗，好恨有滑翔翼嗰、那個嗰盒模型嘅。嗯，係啦，咁啦，啊你就有個盾孭喺膊頭，係啊，我就揸住啦。佢膊個盾可以係擺膊頭啦，係，又或者係我就揸住。咁啊，都影一影啦。本身大家都唔好忽略佢附加嘅一啲榫口位嗰啲 pass， 佢呢個就係俾你將嗰啲貨櫃一個一個咁樣冧起嘅。係啦，咁啊，所以千祈唔好唔見，咁啊剪得靚靚仔仔，跟住就可以唔同嘅貨櫃冧到高一高，咁啊喺翻呢啲，因為九萬幾個窿位嘅，咁啊變咗即係大家將啲即係收納箱冧高嗰陣時咧，就有即係好好嘅效果啦。其實照計咧，你可以用呢啲呢啲嘢咧，啲筍咧，試下將嗰啲唔同嘅裝甲服都拼埋一齊，但我就冇成功咁樣，我就似乎就唔係咁靚仔嘅。我整唔到啊，係我見過有啲日本人好似整到一兩個可以都幾靚 ，OK 見得人嘅形態嘅，我就未試過成功地去組嗰個見得人嘅款出嚟。因為 Twitter 有好多啲神人咧，都真係買好多件，跟住就用一啲好有創意嘅玩法去玩。香港都有一兩位師兄，我見到一買就唔知六七個咁樣。唔同色嗰條線，唔係叫 Walker Machine 啊？唔係，冇啊！你似我呢啲，係嘛？我小康。咁啊，暫時玩住咁多先。咁啊，都嚟緊，仲有好多新嘅單啊，狂會出。係啊，佢真係枕住嚟，佢真係好有信心。係，好進取。不過我好坦白，我又唔敢肯定話，即係其實不過照計喺日本應該幾受歡迎嘅。唔知啦，應該你睇佢 Twitter 出得咁鬆咁兇狠。同埋佢個 Twitter 成日都真係每日都有新 post， 即係一隔兩日就有新嘢咧。我諗係有班 fans 仲係。好熱情嚇，咁佢嚟緊就尤其是嗰啲昆蟲機械人就開始會有啲可以俾你組到啲類似恐龍咁嘅嘢咧。係啊、就是，反而我而家係期待嚟緊嗰啲大角嗰啲即係我又唔可以叫裝甲服，即係嗰啲恐龍型嗰啲咁嘅啲龍頭龍怪、啊、怪物咧，佢會有啲乜嘢新嘅衝擊出嚟咧、啊？我相信遲啲又有啲好似會飛行嘅嗰啲叫咩飛翼龍，可以俾我諗會有。係，咁呢個拭目以待啦。嗯，咁嚟緊記住留意翻 Walker 窿。多謝一哥。好，咁啊，轉頭繼續擺玩具。